端木，你单人闯阵，难道想凭一己之力攻下重城？我不想攻城，我是来还债的。还债？对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的命来偿的话，本谷，你不是说过，人族将领提头来见，你就退兵吗？我来了。 希望你们幽族说话算话，结束这场战争。端木，你疯了！温姑，我也不想与你对阵。你是我的好友，曾经是，现在依旧，将来也不会改变。但我无法阻止你心中的仇恨，更不能放任大战继续伤害人族同胞，所以。 我愿带那些曾经欺骗过你、伤害过你、欺凌过你的人，以命相抵。就由我来结束这场战争。这尘缘由我生，由我止。既然是不该开始的错误，就由我来修正它。 登木，跟我走。 端木，擅离军营，目无法纪，我处罚你。我甘愿受罚。你这是要寻死吗？我心甘情愿。跟我走。哎，端木，住手！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难道你以为我就想打这场仗吗？ 如果必须得用鲜血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话，用我的便好。不要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